ました。Sai. bug야 정말. 好看一下它的效果啊，幽蓝蔷薇啊，起步首次使用小喷后获得一个小喷雨 30% 的集气，起步首次使用小喷后获得一个小喷，什么意思兄弟们？首次使用小喷这个应该是不包括起步喷的，也就是说你侧身单喷起步可以直接是侧身双喷加 30% 的集气，有点类似于炎军啊兄弟们，有点类似于炎军，第二次使用氮气后获得 100能量，哦，玩持续使者那个套路是吧？第二次使用氮气以后获得100的能量啊，每次使用氮气消耗2的能量，3秒内的基础最高速度加7，也就是说一共可以放50个氮气。如果单纯是放氮气消耗能量，可以放50个氮气，效果就是3秒内基础最高速度加7啊，3秒有点短，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挺频繁的。 然后每九次使用小喷，消耗9的能量，也就是说放了9个小喷以后能量就减9啊，它不是放1个减1，6秒内小喷最高速度加5，说白了这个就是个起步车，然后再加上一个
随着时间啊逐步啊没有衰减啊，就是随着时间消耗完的一个速度加成啊，说白了这个车就速度快，起步车啊，速度快的，速度非常快的一辆起步车啊，是这个理解吧兄弟们，速度快的起步车好吧兄弟们啊。那这个车应该相对来说跑什么那种神都啊、矿山啊、沁园春啊、赤城，反正就短途嘛，应该是比较厉害。什么严军跑得快的图，它应该都比较快啊。当然了，我不知道长途，比如说什么十一城董它快不快。我先来看看它的手感，好吧，兄弟们。这个车我们就不带机甲宠了，因为这种车的集气我不太相信它，我们就带这个神宠。我们简单的试跑一下，然后再开始今天晚上的内容。今天晚上主要就是QQ 区的排位啊，这样吧，现在20:20，我大概9:00搞完，然后10:00，我先跑了一下，不好意思，我的技能都忘记了。这个车好像它的颜值，我觉得怎么说呢？相对而言吧，没有这么的炫，但是比较简约，形状比较好看啊。啊，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转向也还不错，转向应该是应该是差不多，就是跟别的差不多的4.1左右吧，4.1的转向吧，应该，啊，这个转向应该就是4.1，漂移的话1.95吧，啊，这个漂移没有1.9，看得这个玩得出来的。应该也不是1.97，我感觉就是1.95的漂移，集气的话还不错，集气的话感觉挺好的。左上角那个45，就现在能量还剩45，一圈完了以后还有45的能量，可以啊，兄弟们。那长途其实也有兼顾了，兄弟们，它这个能量消耗的速度感觉挺快的，现在还剩30的能量。上来说是手感很不错的一辆车啊，旁边有两个旋转的菊花是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啊，这个我不太能欣赏得来，但是整体上这个车的外观对我而言嘛还算是不错的啊，它这个黑红的外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我感觉它那个原皮应该是比较对我的口味，我们来换一下原皮试一下吧，这个皮肤这个皮肤我感觉不太喜欢啊，我不太喜欢这种颜色的皮肤，然后咱们再来一把兄弟们，咱们再来一把，还有一个新的宠物是吧，等一下我们把那个宠物升起来，然后再看一下今天晚上我们等一下跑一跑，这个随便跑跑排位，你们也可以随便追啊，因为这个号你们也是随便追得到的，好吧，钻石局，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切 QQ 去啊。哎，我真的觉得不如不带皮肤啊，兄弟们，这个比皮肤好看啊。我个人觉得啊，兄弟们，这个皮肤是比较好看，这个原皮是比较好看的。
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那个车的数据啊，我们通过数据来点评一下它，好吧？这个车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一台起步车啊，然后带一点长途的兼顾。你看现在才把能量用完，都多少了，一分半钟才消耗完能量，也就是说它这个能量啊，它这个技能是持续一分半左右的，在这种十一层这种小喷释放的时机和氮气释放的时机，频率说错了，小喷释放的频率和氮气释放的频率相对来说都比较平均的，这些图啊，这种图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长途的一个兼顾的一个适用性啊。有没有这辆车的数据？有没有宠物的话等一下别急啊。啊，你看我的起步就错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车是起步是两个喷啊，老是忘记。手感还是不错的，这个车啊，冰魄的外形啊，真他妈冰魄的外形。跟这个神宠的尾挂这么配的吗？这个皮肤。宠物的话，你们先跟我说一下强吗？你们觉得强吗？宠物。
么零号试炼场啊，零号试炼场腾空可能就频繁了一点，图也长了一点啊。天赋苗寨是一张短图，天鹅堡也是张长图，要不然都很相像的。西湖应该也比较，西湖应该也跟那个天赋苗寨比较像吧，对吧？西湖也是短。